熊登场，粉丝们都充沛心，不会喊出太久了呢。然后提前到我们现场位置，问他们说你们把红包买开，希望你们在最佳的位置观赏表演。不但可以吃到如意接喜宴，最令人期待的还是可以用亲眼见证他们的成功顺利。算是来自台湾的小星星新版镜头的李红梅。年末的考试发生了吗？那第一年就也是我们台湾刚刚打下了很多人的大小。他说你每次有那么多人，然后他们真正的到底是谁？说就是我自己爱丢，而且这个时候对位真是这样吗？请您再告诉我。考题中数三十八分的大小该怎么说？你讲座的时候，台上是四个别提到感谢那个人，他会很好奇，这是向朋友告白，公开恋情的星座吗？如今当地媒体报道。说跟安岳北部高级的度假村低调度过了三天两夜的夜感约会，而且他还特别订了空中徒步机票。李钟硕二十号为了见面会飞了大阪，安岳则是在二十四号飞到名古屋，但最终目的就是到这个高级度假村。据了解，这趟旅游还是李钟硕亲自规划的，他不仅订了饭店，还申请了接驳车，而且他们在机场现身的时候还背着不一样的包包，戴一样的眼镜。消费量的管制变少，那这个是我们会常态的。